ゲームは。安安啊，剧透玩家、啊，看一下。会员要打可以加10123905757。哟，新账号哦，没有，这是林宇哥的，只是他改名字而已。SD 哥，安安啊。要打球可以加这一支。打了吧，凯哥，确实。是早餐 ，Hello， 晚安啊。波塞顿不扁个三场吗？下去跟下午2点半吃早餐，帅爆！认真说，我也是吃早餐。要不要打球啊？不要打，我先来一场。先热身一下，撸进男人。主播对九绝老仙的评价是什么？要看一下他的觉醒是干嘛的。哦，加能量而已啊。我记得他的觉醒就是加能量，还有那个有机会可以触发那个风落雷那个灌篮的。九绝会增加晃倒率，这个还可以啦，还行。但是我觉得这角色就基本上还是要有空间阵的那个概念，就是它是一个真的需要空间阵的视野跟那个该什么时候该传，什么时候该自己上，那个东西要拿捏的好，拿捏的好你才会打得了。搞不好老板有灌高直接升迁。可是，如果是一个就是妈的控位都不传，然后那个看不出来到底是该传还是该打的话，那玩老仙没有用。那一只角色提升再高还是烂。就如果你空间阵的概念是不好的，那就不太适合打那只。WLLN 呢？有个双排排不到人吧？我来看一下，今天要开启我们格兰骑士团。我本来想说下午要来玩格兰骑士团的。格兰骑士团看起来还蛮好玩的。下载。神のかけらが。上礼拜我老板在旁边打排位，吓死我，太猛了吧！傻哭了！
全能量长音，确定。全能量。他不用带全能量吧？你这只啊，增加工程，双控球。幸好我老板没讲什么，这时候就要拿一瓶立顿奶茶来喝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立顿奶茶那是好喝。85年的拉菲，不，一大早就在喝拉菲。安安啊，早上飞。谢喽，谢喽。我在搜寻公司有没有地方可以躲，太猛了吧！花粉安安呢？哦，现在喝酒来说还是太早了，这个轨迹。看，终于冒到了，我就是应该要长这样子。没事哦，再找就好了哦。灌高只有一款，确实哎、欸。讲的是真的蛮正确的，不打就没了。Jeff 哥安安啊，哦 ，Jeff 哥还没睡觉。现在那边应该是差不多凌晨两三点。好疑哦，没有想到。全国 number one 的。Nice play 的。リバウンド。Good。太扯了吧，很近耶、欸、有有有、啊、阿星哥安，我是准备要跑了，但要顶完年终。你居然巨臭不是在金融业吗？这个蓝圈太不友善。目立っとかな。
猫到一。这工作是薪水还可以，还可以就好啦。现在工作薪水还行就很不错咯，除非你这次世足赛发财了。坏的，这 KNS 吗？哦，倒了，哦，踩到了三分。我这账号其实他不是玩他的，他是一个玩得分的玩家。要不，我是玩得分的。嗯，我等一下玩得分好了。好。我等的余秀是你的。有钱就行啦、啊。鬼捕。好盖、欸。啊，因为他的位置一定是守抢不到板的，他就只能偏盖、欸。好丑、啊！凯翔要转职，他加入那个胜率应该是，哎呦，那胜率还六成多，真假？玩起来不像哎、欸，给他平均可以、啊，数据是有的，可是刚刚他打那个感觉很奇怪、啊。去播玩家，对啊。确实耶，在五层对面养全家。森林守护者。看起来人物还蛮精致的，认真讲这游戏。好起来。如果连每日签到都不要去那签。お疲れ様です、騎士団の皆様。女の子を助けたと聞きました。さすがのご活躍で。その件で来たんだ。彼女は記憶喪失みたいで、だから彼女はセリアードについて調べてほしいんだ。もちろんお任せください。还有一些剧情的对话。还执行盘要等韭菜退伍找到工作。志远，抱歉，昨天晚太说没事啊。那、啊、你本来就不是打那个位置的。任せてくれ。可以。那种100%是可以割的。他这样会出什么、啊？第三吗？急流哎、欸！我一。全部一乱，我等工框二。好啊。哦，去对面了。刚的三井去对面了。有没有粉丝要打、啊？可以接接啊。他怎么一个觉醒发差一个一，就把他灌满？啊？你说他八级是？对，长谷川。我不知道哎，但九绝差蛮多的，刚好差那个能量的东西。哎呀，好的，拉到了。
完了，这个是 RJ 的，好呀。RJ 的都偏搞居多。RJ 泽北龙志。薪水小偷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接接。阳寿哎，这金城武不就是那个之前那个肥鹰的队友吗？是他吗？我记得名人赛的时候，他就是跟一个叫什么金城武，好像就是他吧。好妖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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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，不对，帧数是帧数一直飘哎、欸，今天玩起来帧数一直飘，干扰套了，臭死他！我记得是这个 ID 没错吧？金城武。没记错吧？我记得是他，是飞鹰的前队友，这也名人赛的时候。好啊，那个谁可以加？要打的可以加一些啊。草上飞，加了吗？还是你有这只好友？不太懂他们气氛的点在哪里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知道他对面两个是双排的。对啊，双排是那个金城武跟那个竹塔的双排。艾文呢？加了跟我讲一下，加了跟我讲一下。每日见到小樱，哎呦，500钻，好香。加了 是不是？好啊。他那次的得分有什么？我昨天抽到一只 SSR， 可是我不知道强不强。干，那游戏 SSR 超多的，而且那个游戏好像要组一下那个什么，原啊，就是要组什么火战队跟什么什么战队。干，你还上班还可以睡觉，太猛了吧！我边寂寞。好啊。啊，不然你打得分也可以啦。我这一支得分哦，好像就是山景跟那个吧。这天气真的很好睡，好好睡。这单玩起来是不是也很花钱？天哪，你说那个他好像还好哎、欸，好像还好。还有送很多新，就是送很多奖励。好啊，先拿这只，先拿这只。先拿鱼柱啊，没错啊。好像非要玩的，不然玩板。他好像是塔的吧？其实没错。玩板居多啦，可是我得分也有。三井你玩好了，我玩个长谷关。因为以前跟别人排都是模板的，就是他们位置上的。好啊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干扰套啊？带超姐最强。超姐好，就是传控超姐打他最好用。啊，如果是干扰也可以啊，因为他如果拿长音的话，高几率是要拿来顶的，所以干扰也可以。但一般来说，干扰应该是配干扰传控会比较好。这边好像是花型他们，真假？嗯，
什么游戏啊，那个游戏叫做格兰骑士团啊，蛮多人在玩。我也在研究这游戏怎么玩，他有抽卡牌，然后他有跟人家对战，然后他也有去打，就是刷那个刷怪啊那些等等之类的。看起来还不错啦，至少他给新手的福利算蛮多的。有哦有哦，你看花型怎么会拿这种阵容？感觉不像。你冒二，你冒二，朝上飞。对你这个本来就是冒二的。你知道吗？虚晃灌篮的、啊，但是对位是转一普二啊。鬼板。看，老板，然后你尽量站在二点的地方比较强，就是站在那个可以接船啊，或者是二点上会比较好。黑桃哥呢？传给闪景，或是传给长鱼都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等下换你，可以找对。你身体有比较好一点吗？就是都是吃药控制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好还是没有好。先加我好友，先加我好友，这样等一下比较快。先加一只。哎、欸，我在传控这么高，怎么这么容易倒？看强度不要太大吗？不是吧？草上飞这个不会冒，这很简单哎，这拿鱼柱盖很简单。对，有了，对，他们都来等我，所以长谷川打空。漏好多颗嘞，漏三四颗。感觉福田真的手不好，不熟的感觉。干！
这个系统。白痴游戏。哎、欸。我想说，这个不是鱼柱基本要会的吗？够光光哎、欸，早上飞，好丑、喔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们玩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游戏始终防守掌握不好，你们有发现吗？尴尬。你想要帮他补？没办法，漏太多了。二十几分有十几分都是虚晃灌篮。早上飞有什么想法吗？讲个话吧。好啦，我换黑桃。啊？漏的有点多啊。几乎都没盖到吧？只有盖到一个而已。他有的时候是太早，有的时候是太晚。对啊，那点抓的不好哎、欸。要用手把吧，用手把感觉会那个。跟那个没关系哟、喔，干鱼柱就很好盖的东西，冒不到就是自己去练跟调整。我跟你讲，冒不到不要找借口，真的，因为好多球了。你说如果一球一两球就算了，鱼柱是最好冒这个的。对啊，你说一两球，哎呀、啊，黑桃哥不是要打吗？好啊。哎呀、啊，草上飞怎么跑这里？我邀他。你一两球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还是第三球我才开始讲的。对，真的，他好像扣七颗还八颗吧？对，二十几分有一半以上都是打那个、啊，所以说要自己去调整一些。他后来是看你那个，你说那个长谷川跳二点，他才去丢那颗抛投。啊，セリアードさん、どうか。陈慧安，下午好。よかったね、セリアード。他这个游戏好像是养成类型的游戏。やあ、総長、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ね。あなたは面白いお話を聞いていても立ってもいられず。何の用だ？よっこに用はないんだよ。战斗特效还不。これがグランウェポン？笑わせるね。何をするつもりだ！無知とは罪だな、バカどもが。ダブダル。いろ！兵士たち。哎、欸，这游戏没有很大，这游戏才67G而已，但是感觉做的算是蛮精致的。去巴哈看，感觉是都不错。兵士たちの様子がおかしい。力を貸せ。打回头，这还可以换的。よそ見をするな、よっこども。なんかメイツ。よし、エルピこれでグランワクワクしちゃう。力取って。
还没排到人呢，排到我就清回来了。我有两个妹子。哦，やるじゃないか。おっと、タームはここまでだ。格兰骑士团吗？对啊，我这次是工具版，好啊，没关系，那我打得分。等我一下，我好啊。这角色搭双射手，对啊，还有接球的那种，接球会让对手压力。晚一点再去研究一下格兰骑士团。哎，为什么排不到人？传奇就排不到人。主角好像比较强，因为主角是剑士，哎，好硬哦！这个电脑。这个满的可以开技。我也昨天才下载，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样，然后要玩。来一个。ラインヒルド。ありがとう。カルシオ、我々の同志。なぜグランナイツの彼がカルシオだと。カルイツ、あいつセリアード。アユランナ。エレドリアツを追います。行くぞ。来到人，我再把画面切回来。哎，这样游戏的声音会太大声吗？这游戏蛮大声。もう影も形もないか。なあちょっと待て、おかしくないか？おかしいっての？あのチビだよ。うちのこと？チビはチビでもブローチが盗まれた。言われてみ。お前ら。あ、わかった。うん。な、コメタだ。とりあ。わざわざグランナイツ。疑問は尽きないけど、考えるのは後にしよう。是否该跳过剧情？今はナマリエが言うこれは総長から。ええ。でもこ。わからない。でも。何もせず引き下がるわけにも。我选的是剑士。私迷惑じゃないよ。魔法师。困っている人を助け。それに今ブローチのあり。俺はどちらでもか。キムリじゃ。さあ行こうか。左上角这三只。俺は英雄になるんだ。おいおい。また？白尾。いや誤解です。なこいつ。うまく説明できませんが、創作の強国司教はどこ？俺に手ぶらで行ってみろよ。女神の戸が聞いて呆れるわ。こんなだ。巨人のやつはみんなこうなのか。但这个游戏大部分的元素好像是。就比较偏向是单人养成啊，当然他可以跟他好像可以跟玩家去做对抗，他好像可以跟玩家做对抗，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哎、欸、有排到了，排到我们可以切回来。我想说最近不知道要玩什么，找个游戏来玩一些。很像以前的太空战士哦，反正我觉得画面做的还不错，女角也蛮漂亮的。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不是一个抽卡的游戏吗？就是感觉会很坑，对不对？我有稍微帮大家上网找过，它没有到非常的坑，就是它送很多钻石给新手，包含你的手抽，而且它有一个保底 SSR 的机制，就是你可以去洗你手抽是要组哪一个战队的那个 SSR 的。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哎，那个黑桃哥，你去贴他后仰，我来盖他。可是我以前好像没有玩很熟太空战士，太空战士有太多
有太多版本了，太多代了。王妃怎么在发呆？那个，刚刚跳花吗？跳早了，跳早了。啊，碰到了。三排才要排那么久。好补。黑桃哥，你就贴他外面就好了，就是你的站位就是偏贴着他没关系，因为如果你往里面的话，就会很容易会漏掉的。嗯，慢。完了，早上飞不会冒。奇怪嘞，一边怎么搞？单排就不用等了、啊、单排一定是排得到的。跳早跳早跳早。妈我的影片都不去看，没关系。不会骂又不多学。有点可惜。又跳蚤，没有一拍是对的，不是他上去就要跳啦，他球放上去的那一拍才能跳。到我看你面，会忍不住。你每一拍都跳蚤还不调整？你反手没提升不行哎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完了，乱跳了。干，没加速了。完了，没加速。谁惯了？黑桃哥，你那一只只有那个、哦、只有板哦，那你们两个都是板。嗯。感觉你们手工聚会都没有到那个。
就是不习惯的感觉，说的没那么好。然后如果是那个像黑桃哥，你就是顾后仰就好了。假设我要跟你换的话，你就是都去顾后仰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后仰会有点不够贴，所以你会容易那个，你会容易被他拉到位置之后。不抽晋级的巨人，我觉得守藤真外面两个真的要比较会守一点，不然会很痛苦。你这把人机板到头了。草上飞，你要你这个主打不太行的，藤真完全冒不到，怪怪的。把藤真拿走好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先。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改一下潜能，潜能带的不好。上了吗？上了吗？加了是不是 ？OK。你看那个招财，那个黑桃哥，你打得分吧，你打得分。我来打工具位，这样板会比较稳。可是主塔那个防守真的要提升一下，不然你那个三井也那个福田也不会守，藤真也不会守，那就会比较辛苦一点。真心怪怪。真的是玩不好，因为那个其实都没有很难冒啊，都没有很难冒。你守藤真那个影片我看了两次啊，就是他的跳的点就是最后，可是你们都会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只要一看到藤真进来就会想要按跳了，但那是不对的。这个游戏有很多的动作。应该说，这游戏八九成的动作都是他动作出来之后才按跳，但你们比较多是动作才刚出来，然后你们马上就会按跳了。就你们有时候你在发现你自己在盖衣，或是很多时候都是会，好像人家一有动作啊，你就会按跳，但实际上那个都太早了，觉得都太早了，那可以再去调整跟练习找真的部分。因为一般来说，这游戏都是冒晚帧，就是最慢帧的，那才是正确的锅点，就不太会有人去跳早帧啊，大部分。李登辉安安啊，没有，应该是黑桃哥不习惯长音，然后换房出去。因为有一些换房出去的要习惯对位后仰的那个事情。你们三勇人不是蛮多的吗？我记得。蛮多啦，我开了好像三四个社团。
哎、啊，你平常不会跟社团里面的一起打？我以前有固定的一起打的啊，他们都退坑，就是他们都说觉醒出就退坑这样，借口吧？哎、啊，那些都偏无氪玩家吧？有一个也有氪到给予。机遇其实如果那个什么啊，就是如果还是用那个不太需要特别氪，就是我记得活动那时候好像可以用漂的漂出来，然后再慢慢养就好。黑桃哥应该有固定的队友啦，有吧？我记得有啊。但为什么现在下午要排这么久啊？所以三勇怎么说？那可以有没有在帮你们凑那个？我想到三勇不是有动物园，还有水族馆跟什么？水帘洞。编这个吧，编这个。那如果工框锁不好的话，把工框比较有威胁的编掉会比较好打。我八勇怎么说？我大勇士，这里怪怪的。这次一定改的。任せてくれ。石弹跳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主攻弹跳，应该没有错。人家要用福田灌烂了，你这个冒不到就很尴尬喽。好。勇士西区排名怎么那么后面？他前面打不好啊，最近应该打得比较好，不过最近也没看。那前面打很烂了、啊。别吵起！今天又输爵士哎、欸，但输一分而已。今天 Curry 没上哎、欸，还好啊，也没有到很差吧。他们有破五成的那个命中率。什么？啊靠！我的，我跳第二拍了，跳第二。西区第十，他这个胜率，他这个战绩，西区只有第十而已，真假？这么惨。对，这样回一定空位的，因为他不会用看的。但其实二当然是可以用看的，就等他伸手出来再跳就好了。哎，你撞到。勇士很多，我记得勇士很多季好像例行赛都没有第一了吧？他们现在例行赛都不会是前面的，都没差。跳槽，好丑哦！草上飞，真的都很敏感哎，那动作我就说了，可以看到在那个看到在反应的。就是等你真的看到那个动作的时候，当然那个普投也是啊，普上跟那个高抛也是。
刚刚那九绝根本就在乱打嘛，那个什么，他的九绝就是他都在里面打。哟。慢。他们地形赛不用打很好，有季后赛就可以了。靠腰，他那个左转，然后转回到右边，他不是原地。大家都不打三，要浪费。哎呀，被抓！有喽。不要打附加赛就好了，其实。附加赛就有可能被做掉了。我记得他们有一季好像附加赛打输吧。保生呢呢呢，下班了。欸、你保生要不要打？你不是上次没打到？Double 我靠，要倒掉，有点衰。他这个漫盖好恶心啊！最后那一球漫盖好恶心。还好，其实这游戏大部分都是可以这样的，包含那个普通上篮。都是你会跳的偏早一点，那普通上篮的冒点就比较晚，然后跟高抛的动作又不一样，而且福田被撞停之后，他是可以直接灌篮，或者是像会做出那个普通上篮的动作，所以你的内线啊，就随时保持警觉。还有一些就是转身之后，他要骗你跳，他会直接接普通灌篮之类的。哦，我很久没吃十二锅了，早一天是该来吃一些啊。高雄十二锅晚餐时间都大排长龙，知道吗？哎、欸，你是三勇的干部吗？你不下礼拜要吃什么？钱算吧，现在没有。是哦。下星期几？20号跟花枝丸约吃晚餐啊，就是吃羊肉卤。我感觉黑桃哥是不是比较习惯玩得分？感觉你得分就完全没问题了。应该是因为你平常跟朋友打，应该都是黑桃哥在得分比较多，还是其实都有？三友都请指着滚啊！
黑桃哥玩三井、阿神的、吉神这种的比较多吧。那有进去要不要升？黑桃哥跟我就都工具位，是吗？可是我每次看到我跟黑桃哥牌都是打他打得分，而且他打得分打得还不错。总大管家就晴子经理，看他不用上班吗？他也是蛮猛的，他应该是要上班吧？可是他有时候下午不是都会去跟冠宁老师牌？可是他的上班时间好像蛮弹性的，弹性。而且好像还有另一个女经理啊，就是 Mandy。哦，不认识。还是我以后可以转出他哦，所以你巨臭你都是跟黑桃哥一起玩哦，啊，不然你们得分都给谁打？你这个粉丝他的账号语，而且我跟大家讲啊，如果你那个什么，就是你三井要拼盖的话，就是至少要带头风或者加决定性主攻，就一般来说是要带两个。然后有一个你真的觉得没必要，你就是可以去加命中率的。武藤，你单井蓝色不带能量吗？他不用特别带能量，这角色能量没有特别重要。他这角色重点是你要把防守做好，然后你进攻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当然可以做控位最好，可是你遇到强的基本上吉三是不会有控位的，所以你就是想办法把球甩出去就好了。就大概就是，所以他不需要特别带能量，你带能量，他被踩到还不是不会进，你懂吗？啊，而且你带能量之后，你会容易那个，有一些角色为什么带能量强？因为他的大招不好冒，比方说小田就是其中一个。那有些角色像吉三这种被踩到，其实你有大跟没大根本就差不多，就还是一样在打铁。那你倒不如带传控，你有机会在漂移的时候，就有机会把人家晃倒，再加一点。你有机会制造空位的命中率就好了。那一般来说啦，就是你至少要带两个。那我觉得三井是可以不用带决定性主攻，你要带也可以。但一般来说，头风加摇摆，然后这一颗可以换这个决胜意志，或者是闪电变相，就这两种都可以。那我比较倾向闪电变相，主要是因为它三分两分都有加，那主要是这样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盖帽的，你一定要配，就是主攻是满的，主攻满的，然后两个盖帽特质，就大概是头锋是一定要的啦，就三井在手外面的话。然后如果你今天假设你手藤真，啊能量套的使用时机大部分都是三井去做工具位的时候，就是他是在外面拉三分。就是在那边罚站，那时候你带能量套效益会比较高，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就会变成是就是一个人在踩你了，一个人在踩你，你反跑用得好就不好守。可是你今天是打那种就是主打单核三井，偶尔会传球没错啦，但是如果你是打主要都是你在出手，你那个能量套大部分都是会被踩到的，就会比较不舒服。所以能量套的使用时机就是你配集训木生衣。或者是配老仙道，然后你是在外面罚站的那种三井，那就是适合戴能量套、能量盖帽这样。啊，一般单核不太适合，就是你打强度高一点的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。我在跟你们讲的都是以强度最高的情况下去看的。可是你如果今天说你说什么，可是我能量套对面都守不住啊，对啊，你打单双排那防守那么烂，很多都是守不到的啊。啊，如果你要说哦，你都是以对面最烂的情况下的话，那你什么都可以带啊，无所谓了。但是我今天给你们的东西是，就是以常规正常大家都会防守的情况下，那就不是那种菜鸡的情况下，你该带什么东西的？定性主攻可以换成民众防守。啊？决定性主攻那一颗，你可以换成民众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带摇摆人比较好，是因为他还有加中投。你在打单核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还是这角色还是得去顶。我带摇摆灵动跟那个头风啊，可以啊，这样也可以啊。但是我觉得两颗就可以了，就是两颗盖帽的头风跟摇摆，或者是头风跟灵动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主攻带满，这样就很能冒了，就是不用到三盖帽没关系啊。
不选择灵动或是决定性主攻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加中投。但摇摆人他是会加中投命中率的，3.5 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。虽然我觉得我玩都很铁啊，没什么差。就大致上是这样吧，就是有时候要去思考一下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铁，尤其藤真又戴那干扰套的时候，你真的是铁到吐血。哎、欸，然后一般来说啦，三井也是可以带那个，就是他有一套，应该是要配一套超级的，配一个超级的比较好。正能量就没啥问题，反正就拿来盖帽跟那个，就是拿来做防守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、啊？但这个就多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能量套反而不需要带什么三分命中率吗？因为能量套要的就是一对一防守的时候，你的反跑要能打出空位，所以实际上你是不用带任何加命中率的东西的。你这时候还这个不如拿去塞头风之类的，就是那种工具位三井兽啊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我该做的防守做好，然后有大的时候，比方说集训木分给我，我的反跑。我只要打个前后，对方单防是很难全踩的。那这种状况下，你就是适合。那只要是控位，你有 MVP 投篮嘛？你有 MVP 投篮，你干嘛需要加命中率？反正就一定会进的、啊。所以其实这种配法，这一颗带闪电变相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你在有 MVP 投篮的时候，不管两分三分都是必进的。你只要反跑用得好，就一定可以制造那个控位出来。所以能量套反而不用加命中率，就是全部能量跟盖帽的东西带好就好了。吉藤该带什么潜能？打三井带干扰套很强。编这个好了，不给鱼柱。一般来说啦，就是干扰传控，这个是假设防守比较不好的时候带干扰传控，就是专门用臭的。啊、另外一种就是主攻传控，反正基本上吉藤就是把传控带满就对了，然后就很好打了。哦，这边有神可以玩，要玩神吗？好、啊，就这样配吧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他拿那个我就拿长武传。问就是晃倒，我都直接关游戏。所以黑桃哥平常都下午玩吗？我们今天都晚上才玩。这刚那一堆就是打晃倒了。对，终于慢跳了，对嘛，就这样而已啊，没有很难盖啊。你可以自己投也没差。哎，没差没差，有机会了。他们都以为进了，所以他们全部都没反应。左边，まさか。不是，太早。下面字都是不对的，而且你还自己移动到自己的位置。哎呀，干歪掉我的！你想躲他的晃？
站偏了。机制，吉藤只要队友，不然哪一只角色被炸板会好打？大部分都很难打。我常一去抽烟了。这你都不用盖，没关系。这不进啊，老板。你说。完了，不会进。没错。右边。啊。没事。这把抢得很好了。干！妈的嘞！那整天盖到这个，整天再不给的，笨角色。对啊，这场比较好了，至少有盖到一次那个晃倒的那个。没有哎、欸，这篮板而已。我对防守的要求是很高的。没有了，还好了，就一颗一颗一颗晃倒上来被盖一颗，一颗有盖到，一颗没盖到，还行啊。这样算很合格，篮板强度。どれ、お前ら、もちろんだ。お金が必要。我们现在一场要排八分钟啊，什么鬼？
その司教追って、うん、ついさ。他前面好像一直过任务。事情はまだ説明。そうだ。司教、ティゴルの群れが。哎呦！ティゴルが襲撃を。くらえ！悪い子にはお仕置きしてあげないと。くらえ！哎，这女角做的蛮漂亮的。先玩个几天看看。哦。任务完了。哎，使用骑士训练所，他一开始会送很多钻石，然后也会送一些东西，就是让你去免费抽啊，干嘛干嘛之类的。每日奖。なるほど。先生、体まあとダノメン準備ができたら訓練を始めよう。いい成績が。我有一支 SSR 的武器的样子，哎，干！我昨天抽他免费抽的时候送的。哦，史莱姆。好大只哦！啊！这有时间限制哎，右上角四分多钟内要解决。这个满的好像就是类似像小大招这样。应该可以吧，36只而已，算蛮快的。他找个工会家，然后他有那个每日工会签到。哦，干，升级升好快哦。基礎は何よりも大事。反正我觉得看起来是还可以，就是画面上也还算可以。感谢亚亨加入我们初级决策者会员两个月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为什么下午排不到人？传奇也排不到人。感谢我们草上飞升级成为我们终极决策者的会员。哎，那个草上飞也可以加入赖群，就是如果你平常想打球找不到人的话，就是我的赖群里面有200多人，终极以上就可以加赖群。然后你们可以去报名那个圣诞节的比赛，如果圣诞节没事的话，好不好？那个奖金还不错啊。我要上班。哦，要上班是上班就没办法。我以为是鬼转游戏了。啊，是轮班的、啊。我今天早上大夜刚下班。干圣诞节哦，真假？你是上大夜班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是那个什么、啊，圣诞节还要上班呢、啊，是有点累。虽然圣诞节在台湾本来就不是什么太大的节日，可是，在国外啊，圣诞节其实就是他们很重大的节日，就是有点像我们过年这样，他们圣诞节期间都会放很多假。就是大概放一个多礼拜这样。我之前在澳洲那个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很扯哎、欸，都排不到人哎、欸。那我们这边再看一下，他前面有送很多东西啦，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要玩的话，建议大家先不要花钱，
因为你要先知道这游戏怎么玩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玩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说这个游戏，我上网去巴哈看过，他们都说算是蛮佛的，以一个抽卡游戏来说，他给的东西算很多，就算你今天是无氪玩家，你也是会有一些 SSR 之类的。あなた方には大変助け、グラン、今それ助す、お力添えいた。その恩、フィオナ、王国は正式に。確かにここはよって。合に従え。一、武力であなた方。もう決捜索許可書。お望みとあらば、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の気持ちが込められてますよ。好像送很多耶，其实。双平台下载第一。メールには。哇，这全部都是可以领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好爽哦！啊，有没有一键领取？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の、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、メールには。但一定有一键领取，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みんなに自慢しないとね。这妹子。お望みとあらば、どこへでも駆けつけます。哎，很多人下载哎，这游戏好像蛮红的。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の気持ち、お望みとあらば。我昨天去皇后实况台，他竟然知道我是谁。送る人の気持ちが込められ。因为我看他在玩这个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现在玩还来得及吗？派手じゃありませんか？哎呦，这旗袍。好像是巨臭玩家的最爱哦，可以从下面看吗？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の気持ちが込められてますよ。メールには送很多钻石。メールには送る人の気持ちが込められてますよ。不能一键删除。好了。反正前面就是很多主线的任务。なぜめ勝利なる。それ俺もです。そうだ。不幸中。この絵隊長こちらは直接彼の目的。そんなもん。伝説のグですが。元グランナイツと戦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え？あ、怎么那个谁离开了？下载中。我闪退了是不是？哦、oh, ，OK。再一次。应该不用重排八分钟吧？反正我觉得这游戏还不错，就是感觉起来画质蛮好看的，然后也档案没有到特别大，在6-7G 多吧，然后又是个无氪，好像也算蛮香的游戏。然后它好像可以组工会，哎，如果你要玩的话，你跟我同一个工会啊，我去研究一下怎么玩。它这个游戏叫做、哦、我是什么森林什么的伺服器，忘记了。我去的那个好像是新的伺服器，这游戏现在还很多人玩，现在蛮多人玩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玩，就是这个要研究一些。这个比方说，我们到时候好像可以 PK 吧，就是你三只，我三只，然后我可以去跟你做决斗。它有一个地方是看战力，然后可以 PK， 啊，你打赢玩家。你就会升上去。哎，以画质跟战斗的那个元素来说，我觉得画风上来看没有到非常的差，然后顺畅度，他们说要用 PC 版的会比较顺。他说如果你用模拟器或者是手机，好像稍微没那么顺，但是 PC 版整体玩起来很顺。结束了。他前面就一直按着这任务走的，然后这个是他每一只角色的技能的样子。16幅是森林守护者，对，忘了是哪一幅了吧？要玩的话跟我一起，趁现在还可以那个领取一些那个。我再去研究一下巴哈要爬一下这个要怎么玩，因为说真的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复杂。这个好像有日服的，然后韩服的样子，都还不错，算是一个。但这游戏有一个蛮特别，它好像不算是全开放的世界。就是不像是一般网络游戏这样，你大部分过的任务都是单人在打这样，然后你会有一些可以跟人家对抗的时候。
iPhone 可以吧 ？iPhone 可以啊 ，iPhone 可以下载啊，怎么可能不行？就是一个我觉得整体来说还算不错的，然后前面任务等级很好升，你就是一直按着跟这个主线有没有，然后跟着他跑，他就会送很多很多钻石给你。我现在战力只有多少而已，不，搜索周边。打得赢吗？在这边要试试看天之队，这是我的那个剑士，然后这只是什么？我好像有一只。役に立ちたい。我来打打看啊。見せてやる。名前の通り、本当にフィゴルだらけの森。然后遇到不同属性的，你可以换你这三只监制的人上去打的。然后这三个满了就可以放弃。目前没研究的技能装备，技能过了吗？ここまで来たの。刚刚那个坏人。ブローチを返してもらうぞ。無知のひよっこどもが。何が言いたい？見たろ。お前らごときには扱えん。感觉就是个坏人。まだ遊んでほしいのか？卡尔西恩。打得很强耶，啊，死了，他是火的吗？那我换这一只，我要换我的妹子出来。前面都是照故事去跑就好了。お次は力病かな。お前は元グランナイスだろ。なぜ？さあね。グランロードに対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？まったく。裏切り者が。じゃあな、ひよっこども。我这边是一定会打输的，剧情是这样。どこに行った？カルシオン。どうした？頑張ってるもん。電波。マジかよ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カルト。それに今一番焦っているのは俺ばっかり。OK， 完成任务。好，我们先升到这边，晚一点，晚一点再来认真玩。有米塞特亚的，那应该是在打架的过程中。反正我觉得整体的画面。就是呈现的还不错，就是我觉得画质上面什么的都还行。16幅森林守护者，我也是昨天刚下载而已。啊，他现在你照着那个任务走，就会给你很多资源。然后我昨天抽到一张卡，我有 po 在那个，可是他说 SSR 有超多卡的，然后你可以编制自己的队伍，比方说你要打火属性的，还是打什么的。这个可能要再爬文一下，反正现在有很多那个很多关于格兰骑士团的一些攻略，但我有点懒得看。到底要
而且我不知道我选的是哪一只，新手必看，每日必做，获取宝石跟珠宝，没落的祝福。昨天我去皇后那一台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个你现在可以那个，就是你现在可以去玩一些比较新开的伺服器，比较后面的。啊我玩的时候，他就推荐我去16，所以16应该是新开，因为这游戏现在还蛮多人，所以他会新开一些伺服器。それが彼はどうこそれはさ。哎，不是啊，这个。伝言を忘れていった。もう来た。指揮官の方の守備は。残念ながら、しかしついさっき逃がしたのだろう。彼と私は龍の丘に登って探す。では俺たちはこの周辺で手がかりを頼んだぞ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排到人了，排到人了。哎，超级久。干，为啥一场要排那么久啊？就在浮夸哎！把这只处理掉了。三排还没人，三排还要排那个哦。没有啊，反正下午就轻松打，轻松打，不用想太多。拿花型加那个吧，姬花加那个三井吧，他们比较强一点。我看状况，我再决定要补哪一只。单排排久了不是会撞单排的。对啊。先到。哎，那就是长尾船。马卡塞的日。比较容易进吗？嗯，但我感觉对面就是单排的了，不然双排哪会拿这种阵容？一般来说，三排不太会拿这种阵容吧？我感觉偏很弱。东强安安啊，下午好。嗯，黑桃哥挂机啦！我要选啥职业？好像可以选三只吧？我选两个妹子跟一个男的。好呀，是断了，好像回来了，好像回来了。断线，回来了吗？好像回来了，好像还没。哦呦，大姐没进。太早了，不行呢、欸，草上飞。这防守是真的不行。他还没那个，你还一直给他，他还没回来。
通缉。有。完蛋了！单排有人，很多人乱抢，干你妈一场的牌超级久的。这样还能打哎、欸，真牛！我操，还在走。二打三都还可以把比数追平，牛逼！干！我他妈今天下午盖这个他妈就没给过，是三小，长武川不给盖是不是？有有。下课喽！他们以为你还会挂机，对啊，他可能以为他会挂机吧，所以根本没在理那个。好不？到了。哎呦，那很累了。哦，来不及。我整个下午盖长音都不给，很小。看不起我？因为你肉很多颗啊。那是。三体不在，所以分心吼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、哦！有了有了，后面盖得很好。我想啊，二打三开局都打不赢，那不行哎、欸。马卡塞德克日，我现在打一场要等十分钟哎、欸，好久。禁区来就宕机。鸟牌不错啊，刚好玩别的游戏，我也觉得刚好可以看一下我的格兰骑士团要怎么玩。啊啊啊！报道，有人想偷玩格兰骑士团。他这挂机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画面，这是格兰骑士团在挂机的时候的画面。他主播不是跑要去玩新魔力宝贝吗？哎、欸，秒牌了，秒牌了，有喽！
拿个鱼柱吧。我现在隐身单核都能量套低球，每一回合都有大，遇到会守的很难打进攻。就算有影子，我还是觉得遇到会守的很难打。说真的啦，实话是这样啊。啊，你这又可以拿三锦哎，好爽！就算你有那个，你还是会觉得很难打。说真的。我冒一。BLK。哇，没吸到，干！完了，有咯，好嘛，有咯，冒烂了都。卡住，哇，牛逼！我操，都没冒到，我的。有喽，老板，敌友来帮我加能量，对啊，好爽。哇，干还是太远。机智球已经有了，我给你拿，拿过来，拿过去的。Come on！ 啊，干！哎呦，我的。
我干那个球是直接歪掉的那种，全偏的那种。不太远，应该是。柱头山顶跳、哦。柱头的。阳寿顶头。黑桃哥都会，黑桃哥都会抢帽，因为其实黑桃哥要守的是那个树头的那一排，但他树头都没跳。这只好像没有吧，好像没有。离山有必要用双子吗？ 要用的话每一只都可以用。反跑要用。嗯，排那么久，现在好像还好，现在比较多人。轰炸。啊？习惯就全部都用双子就好了。其实，我跟黑桃打五场了，看有没有人要爆掉，别管，没人啊。欸，下课是不是人变多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应该说是，应该说单双排都有人啊，但是那个就是没人。还有代名，那你没关系啊。等一下如果有代名的话，可是不知道他要拿谁啊？那有可能不是的、啊、那个，他宝宝不是拿吉柳。山井你拿藤真也可以啊，拿山井就不用用代名了，拿藤也可以。山井也是可以用帽，反正草上飞篮板还不错，不用帽子就好了。你用那个 B 去换蓝钱就有了啊？你用那个什么？你说什么东西？有喽！昨天拿小号局进阶之路，兴奋到睡不着，六十五张蛋，还是绝不能上场。
哎呦，传控的很容易解全，所以就很好打。所以藤真一定要带传控的，这样晃倒也好晃，解球率也会提高。就算你今天要，就算你今天要盖帽，也是主攻传控，然后再带盖帽特质跟晃倒特质。看，极致不主人。嗯，我飞。现在有人的啦，有人的。如果要排，可以加加，超掉了。啊，那个谁啊，你鱼柱，就是踩他前凸的位置就好了，不用那么的出去。就是只要随时注意在他前凸的这件事情就可以了。怎么小子没抽到？哇，你这样没冒到，太跌。靠北投到三分。三分有一颗，三分机制。哎呦！哇！不行吗？因为刚第一颗踩成轻干扰。才到喽！看这场好铁，来吧，那不会接反跑，没不会接反跑的这种。三分都没什么强度，就是他那种发那种打法，就是要靠赛去顶进的三分球而已。那但是大部分你有踩到，命中率都偏差。
武藤，为什么有一些山景几乎不用反跑？我跟你讲，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因为不会按，因为真的不会按，不是那个，不是他们不反跑，是不会按呐、啊，是真的不会按呐、啊。有些人是真的不会按呢，你们以为每个人都会哦、喔，但很多人是不会的啊。不会的山景，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会一直做接球突破，然后突破到最后就是要么就是后撤投掉，要么就是。他会用一些什么不会按反跑的人会按加速，然后做左飘或右飘，然后有一些人就是突破跳投打比较多，因为他会觉得那个最难盖。然后刚刚我有一颗补到那个就是突破跳投，很多山景都是打来打去就是打这些东西，不会反跑的大部分都是突破跳投，要不然就是那个叫什么，忘记了。就是加速漂移啊，加速就是加速跑一段之后，然后直接做左或右的漂移啊。反跑接后仰也很多人被骗，对啊，啊当然那些都是技巧其中一个。巨霸啊！还有一个圣斗士，干这边很猛哦。只是他的圣，他的圣是那个，应该是要圣杖的圣。跳早了，还好我帮你。没事，吃。他是高沙棒没觉醒，圣斗士晶石。啊，看好腰被哼到了。太远了，太远了。这也太……这是真的那个，真的太慢了吧？哇，太远了！我的，你刚刚是要传给我吗？我要站出来的。看你都乱跳，那个第一拍不要跳啦，跳了他打快的你就爆了。有喽。啊，他那个直接丢的那个贴出去一点才干扰就不会进的那一张。好棒。盖藤真教学，哎呦，这个dash有哦。
盖盖一颗干，算了，反正盖到也不会给，就当做不给吧。呵呵呵，跳蚤早了一点点。九绝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我这是八绝，八绝能量就少一点。你故意留给你盖的，不然我就用大补了。相信你，践踏的我一片真心。有什么话好说吗？草上飞。无话可说。OK， 没问题。变身技的妹子都好辣哦，真的耶。所以那个什么，花之丸说那个，花之丸说能量套变难盖，不是不是那个问题。你看我用能量套，我还不是盖的乱七八糟的。就是不是变难盖了，是盖藤真这件事情啊，本来就很吃面相。你看我在用长谷川盖，还不是冒的迷迷冒冒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我也是带能量的啊，而且我这一只才八绝而已。但就是你那个点要抓得好，就是你那个跟藤真的那个距离要保持得很好，然后面相要正确，所以大概是这样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把它冒成白痴。因为不会，好球好球好球，谢谢五根，我会再加油。没事啊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就是没有啦，就是基本当然还是会希望你们防守。那些简单的可以把它练起来嘛，因为毕竟你守藤真大部分都没你的事嘛，对不对？主塔就这样啊，主塔守吉藤的时候大部分都没什么压力。四点半下课，那我先单排解一下那个好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球好球。因为花之丸这两天他好像有用长谷川帽，他好像我昨天看他稍微看一下，昨天还前天吧，他有说他觉得能量套长谷变难吗？但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个原因，就是你们看我盖你就会懂了。你看我盖就是你那个距离还是要保持好啊，然后那个面向的那些东西还是要保持好。来玩啥？怎么撞到火爆跟花型啊？长发樱木先锁，你还是不要玩单核的，是不是？单核九绝。那我要拿潮起，对不对？好、啊、，OK， 没问题。冒烂的都，我看一下他 ban 什么 ，ban 一个他捡不到地板球的东西，单核。老次就会有加入的按钮，iOS 要用网页吧。如果
感谢黑桃哥的75块。如果当不会啊，我觉得黑桃哥玩得分玩得蛮不错。如果当初出去 AT 的话，委屈一下的是不是就是武藤了？还好吧，可是至少我觉得他们是愿意练习、愿意花时间的。我当初去，我会想去 AT， 就是因为那个哦、喔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心想打比赛。开扁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早知道盖他了，看，啊倒了，零，把面相没洗掉，呼，这边要等他走进去，哎呦，这组好像是会盖的哦。喷死他！啊干，被解锁了。有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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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怎么那么会冒？要有。哦，有哦。但我以为他直接第一拍丢，没没时间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好猛！鬼板，哦，这边。抢一抢也会有称霸全国可以用，我知道他们的诡计了。有咯，神去，他们这边这样抢一抢也会有这个称霸全国可以去做使用的部分。啊干，我的好丑，我以为他要拉后仰。冲啊！干太低，妈的！先传一下，啊完了完了完了，吞霸全国，别怕！哎呦我操！机智球，真的有在抽。啊！看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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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冒到，完了，没事，我大了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哎、欸，他这个晃倒率高吗？他如果晃倒率高的话，好像蛮强的。如果晃倒率高的话，留一个大来盖那个好了，小田好了。这样还没冒到，好丑哦！干，怎么这么丑？好了，给你去称霸全国。这把刚好是最丑的那一把，这个不会进的啦。林郭，称霸全国。哎呦，我操！真的假的啊？第一次鬼顶啊，完了！哦，还有，哎、欸，有有有有，
没事，我大招、哦、这个匕首了。马卡塞德格鲁，冲啊！跳起来！哦，有哦、欸！我对面盖石锅、欸，原来这把是我手丑了一点。哎呦，不然这把应该是很能打的。这个赤木有点东西啊，我看一下。我本来想说我来选个潮旗什么的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？拿个潮旗帮忙一起捡地板。老是单核有料。他如果可以晃倒人的话，就蛮有料。普段の男は見つけ。ええ。いいや。戦いなさ。戦いなさ。いや、そう。そうか。こちらこそ。待って。解个任务啊。装備官。为啥人家的长音盖道都给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刚整个下午用长火弹盖都不给。单排有人吗？有哎、欸。超镰刀的长音呢？超镰刀已经那个了，昨天已经没信心了。干我觉得我带他打双排，有时候跟我打单排的时候一样难打，因为他的角色太少了，就会变得很难搭配。欸、有山景哎、欸，有鱼柱哎、欸！啊，又是火爆他们的样子哦。感觉拉一只木木公演好了。那个什么啊，那个猴子，我跟你打过啊，我知道啊，你就藤真而已没。拿老猴。六，他们会盖，那就给他盖就好。完啦！那个外面的他想跳的话就会不好打。よしよし、いいぞ。どうした？五点以内に抑えるんじゃなかった？国中完人呢？能量套猴子哎、欸。
一颗就有大了，牛逼哦！有的，那个我去守好了。よしよし、いいぞ。さあ、決めたぜ。可他就只能二阶，好像也就二阶三而已吧，看起来。哦，哎，好铁！哎呦，你个笑死！啊干，又没加速，我的失误有点多。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一个盖，一个盖那个三段勾手，一个盖那个，那就可以了。太极零八零九安安呢？完美规避，啊！波波差点踩到，よしよし、いいぞ。哦，给机会了。干，他怎么失误了？哇，没看到。和你老婆安安下午好啊。干。啊！这个盖不到，被卡住了，疯啊！波波直接挡住，是不是想篡位？不是。我去，他怎么那么准？船，全国四号，靠自己爆！感谢超龄老布的6666，赞呐！6666，记住大家记得要爆这个圣诞杯，感谢感谢，赞呐赞呐！哦，是红字。
哦，有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感谢我们超龄老布，哎、欸，超龄老布可以，哎、欸，超龄老布那天要上班吗？不然你自己也下来打也好啊。感谢我们超龄老布啊。哦太神啦，刷一波神！大家有看到波波吗？波波在这里。这有一只，这有一个很黑的东西，就是波波。哦，金鹤龙呢？这是他的刷毛毛。刀剑现在机票没买到，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那个，他现在还来不来得及买到台湾的机票？再打一场就休啦。过年的时候台湾机票不是很难买吗？主播666该给扳手了吧？确实哎、欸，我们这个超龄老物不给他一只扳手，说不过去哎、欸。这边，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超龄老物在哪里？这边是该给个新增管理员。OK， 恭喜获得了蓝色扳手。上个月没订就很难买，真的吗？那讲这么臭，应该也要给个扳手、欸。其实巨臭玩家也是可以给个扳手，没错。我们这个天天看台报道，那肯定是有扳手的资格。一年听说有300,000人，这么多吗？我等一下，主播天天当黑粉可以拿扳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文总给个扳手。没有问题啊。这一把打完该运动了。武神加油，继续忙了。好的，感谢。晚上我应该会先开一下那个，我想要先开一下那个什么。先开一下那个叫什么那个。就是先开一下那个格兰骑士团，先玩一下，再来玩灌高。对啊，开一下格兰，测试一下，测试一下格兰骑士团好不好？老鱼柱吧，哇，这个还拿小田，那很惨。你格兰在哪一个符？我在那个16森林什么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格兰骑士团。昨天才下载而已。呀，君たちが、俺たち友人のラタンからいろいろ聞いてたから、あって。ラタン。うん？カルトにも。おい、それって今の装備。なあ、ちょっと俺に。お前教団兵だよな。まあ待て。わかった。じゃあうち、ヘトシから教えてもらった方法。我还在新手教学阶段啊，我还在新手教学阶段。幻想三国志大陆不好玩，就玩玩看啊，玩玩看。
肯报圣诞杯加一啊，找好人啊，花月兰先找好人。找好人，然后队伍名字想好，然后那个叫什么啊？队伍名字想好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保证金交了，就算完成报名。可以四个吗？可以四个人啊，可以四个人。圣诞杯可以最多四个人啊，就是你可以报一个替补的，怕临时有事什么的。等等，要不要等新服玩个别新的？他那个不是新的吗？好啊。什么时候会开新服？我先了解一下怎么玩啊，然后我要知道什么卡池之类的东西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场好准哦！看这场三井好准哦，嘿嘿，好爽、啊。有啊、哦，开顶，顶你老母！马卡塞德格鲁，但没有关系。我靠，一啊，按错了。西马塔，靠！腰讲完开始不足，哎、欸，干、啊！哈哈，一个跳了，一个倒了，那就是 MVP 投篮。好啊，等新服好了。可是先玩，只是想要试一下，就是想要试一下让看怎么玩这样。参加奖有200钻石吗？没有。可是参加奖缴保证金那个钱是会退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可是这一次奖金很丰盛欸。第一名应该是10000块吧，第一名应该是可以拉到10000，第二名应该也有6000，第三名应该也有个4000，有机会啦，但总奖金大概就是20000左右，感觉好像没有很稳。看表演喽！哎呦，我会骂！哎，马卡塞德克斯，然后那个人是没冒到的，赚1.5。你觉得再开一个大吗？应该是很有机会。跳一下，我别跳，跳直接给我冻掉了。没加速啊。
哎，七敌战术，我现在三分有一个大颗的高几率啊，因为我刚顶蛮多颗的。没加速，没掉。等十七伏出我也来玩，我现在在十六转转。哎呀，我今天晚上开一下开台，可以来教一下我怎么玩那个吗？就是那个格兰骑士团、啊。不好意思，请教一下武藤，我是武克玩家，因为我有吉鱼跟吉英，我目前有，我应该让你啊内线觉醒还是制胜觉醒吗？制胜比较好吧。哎，你武克你有吉鱼是满的吗？武克能弄到满还不错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开到这边吧，好不好？五点就到了我们每天运动的时间了，那我们就先开到这里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五点会上 新影片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灌高欧尼尔，大家拜拜。洋火可以，晚上见啦，拜拜拜拜。